老爷，夫人，夫人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，夫人，我没事儿。老爷，你们这帮挨千刀的，啊，房契给你们了吧？你还想干什么？没了，我们最后一条活路也被你们断了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啊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啊！爷爷，爷爷，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呀？房契你们也抢到手了啊！你们。你们还不走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两口子不许把这事告诉警察，要告诉警察的话，我弄死你们两个，听见没？别弄死他们全家，咱拿着房契咱就走吧。等会儿，带上。睡觉去。啊！你心怎么那么大呀？这不是我心大，现在这房子已经不是咱们了，咱们睡一宿就得占一宿便宜。啊！走吧，啊，睡觉去。都怪那几个臭贼，不得好死。对，不得好死。成功没？我们出马能不成功吗？哎，你说大哥。这为了出川抗日，把自己房子都卖了。刚才嫂子说那番话，我心里特不是滋味。咱们呀，可得多杀点鬼子，否则对不起大哥这份心。对，就算为了大哥跟鬼子，咱们也得玩命的干。马通，嗯，你刚才说的是哪儿的话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说那个什么就得给钱？你不知道，这话你不知道。啊！他不知道你，你在白旗那都带傻了，知道吗？啊！你不像我们这帮兄弟，跑马都跑得多，是不是？你们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到哪儿去了？到他哪儿的话，我没上去，我没听着。那你点什么头呢？配合你。三哥，你告诉他。啊，好点，告诉他什么话？不是，六哥，刚才我也没听明白。要不你再说一遍，我判断了。你听啊，我要钱，不给钱我就要他的命，记住喽啊，这是广东话。哼，什么钱？我说那么耳熟，是不是？记住了，记着我知道。哎，行，不说别的，这样，我先去啊，把房契倒上去啊，拿出2000块钱，先上戴团长那儿把药给弄了。哎，那个老刘，你得给我一部分，咱88军阵亡那帮兄弟家属，我得安排。我也得拿点，我跟洪德远再找些新兵。剩下的你给，都给我跟大哥。明天上黄金交易所找黄金去。那我呢？你不肚子疼吗？拉肚子去吧。拉什么肚子？刚才你们打的我肚子疼的。刚才打你了？打我了，下面。怎么打的？为啥打你？你管，你要上去你也挨打。我要上去，我打你更狠。二少爷，怎么样？打算玩多大？玩小了，不是二少爷心腹。我跟您说，二少爷，我方哈儿什么都缺，就不缺钱。哼，要玩，咱就玩大，有多大玩多大。爽快！你要是扭扭捏捏的，我还不和你做朋友。二少爷是董朗的千金，自然玩得起。方军长还是要量力而行。
千万别逞。你就不必要操这个心了啊！散尽千金，我的二少爷一笑，那是我方哈儿的福分。方军长，你可得考虑好了，这种事情可马虎不得。你可千万别输得跳楼了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党国可就少了一员打鬼子的猛将。主公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耍钱了，这是在耍命了。你还是好好想一想。不用想了，我们能等，八十八军牺牲那些将士的亲属不能等。我们晚出川抗日一天，小鬼子就在中国多站一天，多杀一天中国人，这老子玩定。像个爷们说的话，走。行。哎呦，二少爷，哎呦，今儿您可来了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里边请。哎，哎，坐坐坐啊。哎，哎，这位是？他，黄金发，绰号财神，在恒泰做事。这个恒泰呢，是交易所的会员单位，只有在他们这儿才能交易黄金。财神，你现在也是恒泰的金牌经纪人，是在场的至少有一半客户是你的，一年算下来交易量能抵上整个重庆吧？信他的肯定没错。二少爷，您都要给我夸到天上去了，就凭这句夸奖，我黄金发要是不能让黄鱼游到您二少爷的口袋里去，都对不起我这名字。不过今天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这位方军长。方军长，早就听闻您的大名啊，您方军长抖一抖，重庆都要震三震呐。哎呀，这位财神爷真会说话呀。方军长，不是我恭维您，这年头一是有枪，二是有钱。方军长，这枪您是有了，这钱交给我黄金发。您吃肉，我喝汤，咱们大家一起赚钱。好，好。哎呀，这位财神爷会说话啊，说话好听。好了好了，先受理我的，先受理我的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不着急这一回，现在黄金一鸟一下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哎哎啊！有多少买多少。得嘞，交给我黄金发，您就等着兜里装金鱼吧。哎呦，好了，来，你们俩都过来，给我多买入。这是哪位高人啊？现在黄金跌得这么厉害，他还敢买？就是啊，我们怕他买。买多少？箱子里的都换成美元，有多少买多少。鱼呢？哎呦，动手吧！等等，方海尔这穷鬼今天出手倒是蛮大的，一定有什么内部消息。杀他之前，不如咱们先跟他争。司令，这么做行吗？废话，把今天带来的钱都投进去，只要方哈尔买，咱们就跟着买；只要他往外卖，咱们就跟着卖。等咱们赚了钱以后，再干掉他。这就去吧。来来来，来，我买入。哎哎，排队去。我还用排队吗？哎，你这人你怎么就不用排队了？后面排队去。你好。哎，你先来。哎，我先来。哎，跌了跌了。哎，跌了跌了跌了。
跌了好，跌了我就可以多买点。我还烦呢，慌什么？慌什么？就是嘛！哎，你们两个吵啥在吵？这才刚刚开始，你们就起内讧了啊？他迟来叫不祥之兆，你们晓不晓得？要是主公真的赔了，你们两个真的就是晦气。就你嘴晦气！哎，大哥，这金价一直在跌，买的多亏的多，您的消息准不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信不过本少爷就别来。炒黄鱼干的本来就是赌博的买卖，没这个胆儿就别进去了。啊，丁，二少爷说的对，干这行他就是撑死胆儿大的，饿死胆儿小。老子有多少要多少。还是方军长有魄力。好，把我手里的存货继续泡，我看他能吃下多少。上，把所有的存货给我泡了。抛了吧，现在抛了还能少赔点。不能抛，既然金价这么跌，方凯儿还敢往里买，肯定是有消息。我告诉你啊，跟进了方凯儿，他买咱们就买，听到没有？可是，去。是。哎，先帮我盯一下，继续买入。啊，二少爷，目前的形势不太好，现在整个金冶交易所的大户散户都在抛，只有我们在买，还继续买吗？买进。大哥，还买啊？不是，别买了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主公，文秀说的对，俗话说，识物者为俊杰，您不能逞一时之勇啊！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已经投进去这么多，我得想办法把它弄出来。咱们干这个就得有赌徒心态，赌得起我输得起。军座，咱这钱可快输没了，咱总不能再回去抢一次吧？钱的事啊，无大碍。炒黄鱼的讲究是买空卖空，如果方军长坚持要买，我可以先交付押金，然后五本买入，待最后收盘时一起结算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就这么办啊！老子就不信他能一直跌。得嘞。跌了，跌了。爹啊！
糟了，懂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爹都说了，黄金一定会涨，等下去，肯定能赚钱。压根会跌到娘胎里去了，这还能涨？合着不是你的钱，你当然不心疼了。我们军座都快把房产输没了。二少爷说会涨，就一定会涨。方军长，难道是你不相信我们二少爷吗？哎，朱德清，你在这喝着咖啡说着风凉话，你输一千万大产，你试试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还我输他呢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他们把半个重庆都输了去，老子也不会倾家荡产。这才是第一天嘛。啥子？这你这还第二天啊，大哥？嗯，军座，咱可输不起了呗。你想啊，咱们房产还有商铺都快输没了，咱总不能为了钱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吧？哼，临阵退缩就不是我方哈的风格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府里刚遭了大劫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浪费了，知道吗？是是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买的鸡架子买了吗？买了，夫人。行，一会儿炖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记得少放点菜叶子。哎，你这手里拿两只鸡干什么呀？快下去吧，这两只都是母鸡，是可以下蛋的。我觉得杀了它们太可惜了。你想啊，如果它们下了蛋，咱们家以后就不用买鸡蛋了。这府里哪有养鸡的地儿啊？那后院不是挺大的吗？我就想在那搭个窝，把它两只养起来。这样呢，每天能下两颗蛋。过段时间我再抱窝小鸡，这样小鸡长大了还不用买鸡了。让鸡生蛋，蛋生鸡，鸡生蛋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样以后家里面不就可以省点钱吗？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这不是养鸡场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不好了。怎么了，夫人？您知道老爷干什么去了吗？怎么了怎么了，快说。我就应该一枪把方海给崩了。现在可好，偷鸡不成倒打也把米。在日本人那儿混了这么多年，当了这么多年孙子，搜刮这点钱全赔进去了。输点钱就婆婆妈妈的啊，跟个女人似的，你还能做成什么大事啊？司令，这事在您那算小事，在我这不行。这些年您吃肉喝汤，我也就甜甜碗，您能赔起，我赔不起。你放心，等杀了方浩，我给你个团长的。真的？就差这么一点。等杀了方浩，司令好好奖励。是，司令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夫人，夫人，回来了！吓我一跳！你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你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老子饿了，赶紧把饭给我摆上，我要吃饭。摆饭？这桌子上就这几样东西，自己选。你要干什么呀你呀、啊、干什么？方哈，你还在这跟我装是不是？我问你，去交易所炒黄金的那些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今天有一丝隐瞒，我还想崩了你，让他自杀。
别，这容易走火要人命。你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我说，还不行吗？是我让文秀他们家办土匪，把咱们家给抄了，那些银子和地契我都押出去了。你可真厉害，你今天不用死，我死。黄金价格一直下跌，方浩尔入手下兄弟的圈子，最后连自家的地契都押上了。乱世黄金，国之重器，这本来是董老跟那些大佬们的金融大战，方浩尔一个空壳军长竟然也想钻进来，我看他是离死不远了。他这次通共的证据我没查出来，他就自己送上门来找死。这个方哈尔也确实是个人才，不过可惜了，不识时务，如果是真心为党国效力，定然是前程似锦。也罢，他天生反骨，迟早是党国的祸害，我们也不急于出手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坐，快坐。我这也是被逼无奈才想出这么个馊主意。你说老蒋不给我枪不给我粮，我又没有钱，我拿什么出川去抗日啊？那你就可以抢家里的钱是吗？你那些兄弟，你连自己的家产都不要了，那下一步呢？下一步你是不是该卖我了？这个嘛，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夫人，我方哈尔带着3000兄弟出川抗日，回来的时候剩下不到1000人，我真是没本事啊。竟然看着死去的兄弟的老娘在大街上要饭，哇！我无能啊，我。这只是一个士兵的老娘，可是我88军那些死去的兄弟，有多少父母，多少兄弟姐妹呀？夫人，我不能不管呐。不是怨你，让文秀假扮土匪来抢劫家里，也不是气你拿着咱家的钱去炒黄金，我是觉得你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你媳妇，骗我，瞒着我。如果你早说要筹钱去抗日，我会拦着你吗？是啊，这事儿我考虑的确实不太周全。你干什么去？别找了，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让我给拿走了。进来。怎么样？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我们今天抛售不少，几乎都被方哈尔吃尽。
这个方哈尔胃口还不小啊，明天继续泡。是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这个方哈尔也不能免俗啊，他只是听了丫头几句话，就敢趟这滩浑水。哼，这个胆子！金家上涨的消息是我故意放出去的，好让其他人买进。没想到啊，竟然是他方哈尔。 做了这个冤大头啊！哼，不是我故意因为丫头的事难为他，是他方哈尔自选死路，他想趁这个机会大捞一笔。我看呐，他只有等着家破人亡了。 算我倒霉，跟了你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，都把自己的嫁妆搭出去了。行了，你拿走吧，咱们俩这日子也别过了。去找你那些八十八郡的兄弟过日子。夫人，夫人你太好了，我方哈尔娶了你，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呀我？ 说怎么感激你呢？我现在就给你跪下磕头。夫人，夫人，我真跪了。我也没拦着。我现在那关节炎犯了，这腿弯不过来。 夫人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夫人，你记着啊，你干了一件大好事。如果方哈尔有了钱，你一定要报答你。到那时候，我就买一架飞机，我当机长，让你当副，你当机长，我当副机长。 咱们俩开着飞机，在天空上翱翔，去看一看，把小鬼子赶走之后，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。我真傻，每一次一哄我，我不上当。但是你是我丈夫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不管是对的错的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。实在不行，咱俩就一块上街要饭吧，这样也好，省得你到处讨小老婆，惹我生气。玉儿，你不但是我方孩儿的堂客，你还是我的恩人。 你记着啊，如果有来世，如果那时候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我娶的还是你。如果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你就娶我。那我就讨一堆小老婆，气死你！哎呀。 哎呦，方军长，来，请坐，来，来坐。哎呀，方军长，才是我做经纪人虽然是为利而来，但我从不做让别人家破人亡的事。您是二少爷的朋友，也是抗日英雄，才是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
我劝您还是赶紧收手吧。司令，方浩尔在那边，他可惨了。这回这个方浩尔把老子坑苦，本打算让他多活两年，这回只能拿着他的人头到日本人那去领赏。看准时机，弄上。大哥，这把这些首饰和钱都给我投进去，继续做空买进。是。把我的库存全部抛出去，抛，全都抛出去，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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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公，刚才说话那个好像是董老家的管家哟，那他都在抛了，我们还跟他耍啥子？赶紧收手吧。哥，我就知道这家小子跟他爹一块合起伙来骗咱们。夫人，你从早晨开始就没吃饭，一直水米未进，你多少吃点吧。以后啊，弄点青菜白饭就行了。现在府里用度紧，作为夫人更不能铺张浪费了。夫人，怎么省也不能从肚子里省啊。夫人，你真的认为老爷这次能赢吗？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你要是阻止他，他一定能听你的。铃铛，这两个人过日子必须得有一个人是傻子。如果老爷炒黄鱼输了，顶多苦的是我一个人。可如果我阻止他不让他去炒，那苦的就是整个八十八军的兄弟们。我是实在不忍心看他怀着愧疚活下半辈子。夫人，这怎么老是爹呀？这大哥又爹了。方浩儿，大帅，你还好意思来？马上收手，上次的消息是假的，不能再买进了。马后炮，早干嘛去了？现在晚了。是谁？马后炮。这次的事情是我错，听我的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对呀，主公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二帅，你别说了，既然是玩，就玩个痛快。老子把这黄鱼我炒到底了，把他给我放走。是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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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令，这人有点多，不好下手啊。武士跌成这样，对方浩儿不着急动手。是。二少爷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
但是我方哈尔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我现在赌的不是钱呐，我现在赌的是我八十八军阵亡将士家属的未来，还有重振八十八军的心。我现在倒可以收手，留下这点家业也能活得不错。可是我不能重建八十八军，不能出川去抗日，这跟倾家荡产有什么区别？好。冯建发，这儿呢，买入。好嘞，买，大家都来买，司令，现在人少了。你看到刚才那女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她是董老的女儿。如果误伤了他，你我可就出不了重庆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咱们，你给我小心点，找准时机再下手。是。方哈尔还在吃，那咱们现在还跑吗？跑！我倒要看看方哈尔多大的胃口，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继续跑。是。都已经变成这样了，方二还在卖肉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跌成这样，方二还敢大把的买进，这小子一定知道内部情况，咱们差点被他骗了。行，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恐怕下次就不好找机会了。让我说，咱们就把方二干死，然后到日本人那儿去领赏。再说这黄鱼的价格一秒一降，咱们确定继续跟吗？你懂个屁呀！啊，男人要有赌性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跟方二不共戴天，但这一次我的心。胖子上买多少？又胖，买，胖，又胖，买，胖，买，胖，买，你胖，我胖多少？你买多少？我胖，买。把这次的活动定位都给我们，都买了。执行命令。是。哎呦，黄金发，我看你这财神的称号啊，也该易主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钱没了就没了吧，出川的事儿。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就是军座，你不管您到哪儿，我们这帮兄弟肯定都跟着。主公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这点事情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主公，你现在那是蛟龙困浅滩，待到乾坤扭转之时，龙入苍穹，那你必定会大展宏图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说句人话？哈尔，你放心，就算你倾家荡产好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去要饭的。二少爷，你这是安慰人的吗？我那是好心。好心，军座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就是拜你所赐。你说谁？找座啊？什么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好意，但是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方哈尔输了，告辞。大哥，云龙，
买两个锅包子。没钱了，买两个馒头吃。这馒头。刚出炉的热包子。哎，大爷，你买几个？我来五个包子。这钱不够啊，只能买俩馒头。怎么这么贵呢？买俩馒头。这馒头什么狗样，连个包子都买不起。你再说一遍。嗯，没事。哎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今天咱们受了这个苦，到时候让方哈用命。